这个好的开始、哦、跟在一个变球速现在是取得领先、哦、这一棒打成的在游击方向游击手接球做传往一垒 No problem 两出局留、哦、这一棒二垒方向二垒手接球做白救捕拜拜哎四好来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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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哇、啊、差一点、嗯哦、好二局的算跨线是看球的话、嗯、交通会比较方便好这个球哎 Lazy Fly Out 拜拜叮叮桑桑了哎天哥把这个飞球好 Q 哎哎哎有谁来了神赖可开机口啦！继续撑到九局，变相三上三下，三上九。这一棒打到了天哥的管区、嗯，没问题。耶、yeah ！一个小跳跃，把这个飞球呢给接杀，形成。右半边方向的飞球，右外野手到位。哦啊、nice catch， 被右外野手张佑铭呢给接住了，算是蛮不错的。二垒方向的滚地雷手拦截住 ，nice play。好，四传六。那么这局呢，虽然被打出一支安打啊，但是没有失分。这局也是状况调得非常好。对，我没有在说任何球队。还有哦，截线哦，截线看起来是对若曦苦手了、哦，但对其他人，大部分他都是在棒球。我们这样转播那么久，他还是要双杀。六四三。哎、欸，水果卤味，Double Play， 四场做后援，哦，还是打得蛮强劲的。那林安可今天也是单场两支安打，对。哦，抓到了，哎、欸，哦，在一二垒之间，现在要形成夹杀了，有机会形成变相的三上三下 ，out。好，那虽然林安可呢在两出局之后呢敲出，哎，这个球拦下来，哎呀，差一点点，结果形成一支安打。那个守名搭子就安打发生了，现在前五局有三次。哎呦，这个球点的还不错呢，接球之后只能往一垒这边传，结果是 out。哦，这个球右半边方向的飞球，右外手向后退停下来了，把这个飞球给接杀。那现在是两出局，我最终还是解决了难缠的和恒佑两。好，打击轮到是林敬凯。哎，这个球打成的在右半边方向、哦、有用。对，哦，右外手已经是锁定住了。啊，动作教练上来喊暂停之后呢，马上用一个。哎，碎了。差不多的位置再来一颗哦，因为刚刚那一颗裁判没有捡哦，但通常旁边来跳 ，OK OK， 两好一坏，回棒落空、哦，第二志愿、啊、但也好， 对， 对，插棒被捕啊，来网路上刷一排七，拜拜，嘿嘿，我是右琴老杯啦，曹大帅啦。喜欢魏全龙的，记得到影片底下按订阅跟喜欢，魏全龙 TV， 龙 TV 开张啦，赶快加入会员频道，每次直播都不会错过哦。